天选播报，新奇酷炫早知道。对于果粉们来说， iPhone 最大的吐槽点除了一个刘海屏设计，接下来的肯定就是充电头了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标配五伏一安的充电头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不过现在苹果好像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在官网带来一系列的新品后，也赶紧开放了18瓦 PD 充电器的购买链接。其实这款18瓦 PD 充电器推出的时候是跟 iPad Pro 一起的，其插脚不可折叠。现在苹果已经将其单独拆开来卖了，售价249元。另外，由于采用的是单 USB-C 口设计，所以当你选择购买这款18瓦 PD 充电器时，还需要另外购买一条 USB-C 转闪电线，当然售价也不便宜，1米的149元，2米的279元，一套下来最少也要398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从昨天上游合作伙伴公布的细节来看，未来6周内苹果会以每个2.88美元的价格，相符合条件的硬件制造商销售新的闪电连接头，这样一来第三方的配件商也就可以制造 USB-C 转闪电连接线了，也就用不着购买官方出品。